我好似睇下呢条咧，关于 cumulative 分时嘅题目啦。呢种咧就成日出噶，唔好话成日嘅，最近其实又翻出啦。啊，最上一次出我记得08年、010年啦，啊，即系一种都系重要嘅题目啦，但系可以话系啊。啊，咁咧你要阅点样阅读呢个表啊？呢、这个表讲紧嘅系而家有堆学生啊，佢哋跑3 km 嘅 race，其实佢做乜嘢系冇关系嘅。总之而家个情况就系佢哋跑三呢个公里嘅一个赛跑咁样啊，咁而家10至14分钟里边完成嘅人咧就有 A 咁多个人，15至19分钟完成有9条友，20至24分钟有 B 咁多个人，25至29分钟有三咁多个人，啊就系咁阅读啫嘛。咁呢个表又点样阅读啊？呢、这个表意思即系话啊，用少过14.5分钟嘅人咧完成就有3个人，用少过19.5分钟完成就有 S 个人。啊，演而主去推，咁样阅读嘅呢两个表，呢两个表系描述紧同一班学生嘅，跟住佢就叫你写低个 S。其实咧，你如果你识得阅读呢个表咧，做呢一条咧应该系完全冇难度啊。即系你要明背后嗰个 concept，唔系真系背咗个方法，你要明究竟呢两个表分别佢哋系点样去睇，点样阅读嘅，咁你就自然识得写呢啲 A、B、S、Y 噶啦。啊，你谂下呢个三系咩嚟啊？少过14.5分钟啊嘛。咁喺呢一边有几多人少过14.5分钟啊？咪就系呢度咯，呢、这个位咪就系少过14.5分钟嘅人咯。因为呢几组嘅人啊，佢哋都唔系少过14.5分钟噶嘛。咁所以呢个 A 啊，咪就系三咯。跟住继续睇啦，少过19.5分钟嘅人有几多人啊？咪就系呢两个位夹埋，咪就系少过19.5分钟咯，系嘛？呢两 group 都系少过19.5分钟噶嘛。咁所以3加9咪出到呢个12咯。所以 S 咧就系12嚟嘅，咁唔单再帮你写埋呢个 B 啦，少过29.5分钟有20条友，啊有20人，咁就即系其实呢4组全部都系少过29.5分钟噶嘛，所以3加9加 B 加3就系20人，即系 total 嘅人数就系呢4组加埋啊嘛，啊，所以 B 咧就系5嚟嘅，啊就咁加嘅啫。好啦，咁我哋可以計到啦。S 咧就係12啦，叫你威單咁，即係唔使寫 step 啦。跟住揾個 mean 啦。嗱，正常 mean 點樣揾㗎？就係、是、你將所有人嘅時間加埋佢，然之後除翻 total 人數，即係話咧 part B 咧嗰個 mean 咧個分母咧應該咧就除嗰啲人啊，total 20人啊嘛，咪除20咯。你平時計平均分都係咁樣㗎嘛。你將所有科加晒佢，然之後除翻幾多科啊嘛，係嘛？你計平均身高又係㗎。你一班有40条友，咁你咪将所有人嘅身高加晒去，然之后除40咯。好啦，个问题就系咁分子点样加？咁样将嗰啲人嘅时间相加，我要知道每一个人分别跑几耐啊嘛。但系而家唔知，我哋净系知道呢三个人佢系跑咗10至14分钟啫。咁点样加啊？呢三个人，你就当呢三个人全部都系跑过中间数嘅。我哋做呢个 mean 嘅时间啦，就当呢三个人全部跑中间数。十同十四嘅中间位系乜嘢啊？10加14除2，佢中间位。就係12嚟嘅，咁啊唔單止計埋啲中間位啦，呢、这個17、22、27，咁你即係話咧，你當呢9條友咧，全部都係跑17分鐘嘅，所以有17加17加17咁樣加埋一齊，咁但係咁樣寫好麻煩噶嘛，咁我哋咪直接寫12×3咯，跟住17×9咯，22×5咯，其實佢係有5個22加埋一齊啊嘛，27×3啊，呢、这個講多少少啦，呢、这個其實我哋叫 cast mark 啊呢嚿嘢。Cast mark 就係個中間位啊，頭加尾除二啊，啊咁你咁樣加咧就可以計到個 mean 噶啦啊。我覺得最難咧就係撳機嗰 part 啦，我覺得最麻煩啦。唉，真係，12×3加17×9加22×5加27×3除20，好19分鐘，平均跑19分鐘。跟住 part C 啦，叫你嘅 probability，即係你喺呢20條友裏邊啊，求其抽一個人，佢係完成個時間少過19.5分鐘。你呢度咪死咗咯？少过19.5分钟系12个人啊嘛，系咪？少过19.5分钟12个人，咁即系你如果求其抽一条友啊，佢咪就有20分之12嘅机会系会少过19.5分钟咯。啊，咁所以咧就系3/5嘅，3/5，咁就搞掂啦。